较侪爱看表的数字对吧？嗯，哎，哎，你要给我记下，对对，你手帮我指一下。到三，嗯，要到三了、哦。要到2.83，然后看这边阻力，阻力，它会降下来。放开它会回复。加速到最高速，最高速。16，还没到，还没到16。硬推它这边有个灯上，它会闪，然后它马达会往上，向左边一上，再下，下，马达会向右边下，这边的灯会下的灯会亮，嗯，然后它正常的话就往下。到第一段，嗯，等下马达低一点就可以关掉了。那、啊、这个就是正常调到你要的格数，嗯，要测之前先调好。